今天我们给吃惯了爆炒圆白菜、炝炒圆白菜，您带来小炒圆白菜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学。制作这道具有独门秘籍的小炒圆白菜，您需要准备圆白菜、豆腐干、五花肉、西红柿、盐、味精以及糖或者代糖。此外，您可以留意铁钢师傅的独门秘籍“四不见法则”。这“四不见法则”到底是什么呢？暑假来了，您还在为今天做什么菜而发愁吗？每天看看天天饮食再出门，这个暑假数你的餐桌最有滋有味。圆白菜咱家家户户都吃过，但今天我们要教您做的这个圆白菜啊，您一定没吃过。而且人家铁钢师傅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四不见原则，怎么个四不见法，做出来的这道菜到底好不好吃，一起来学学我们这道小炒圆白菜。一不见原则马上登场。那咱一不见到底是什么呀？是不见水。不见水不可能吧，这菜咱总得洗吧。其实呢这是相对的而言啊，不见多余的水分。不见多余的水分。我现在给它倒上水简单清洗一下，您教教我怎么能快速的把这水给去除掉。清洗一下。然后呢给它放在这个筐里边。筐里。然后呢捂住了。捂住了。给它呢迅速的甩干。甩一有点那洗衣机甩干机的感觉是吧，要把它表面的水分啊快速的去除。那要是比如说我洗完了，我把那搁筐里往那一晾，我先做其他菜，20分钟不是自然就晾干了？这样不行。这不行啊，随着你晾干它的菜里面的水分也挥发了。炒出来不支棱了。对，炒出来也不爽脆了。那我们家里有那种的速干的厨房用的那种毛巾，我把它这洗完之后毛巾一展就能把这水分吸干，那行吗？也可以。实际上我们说的不见水啊，就是你怎么更有效的快速去除多余的水分。那您还没告诉我呢，这如果水分有了会怎么样，这道菜做出来就怎么了？炒出来呢它会很软，吃起来不脆。就跟饭店里做的不一样。对，没那么支棱，咬起来没那个嘎吱嘎吱那种感觉。没错。你要记住，一不见就是不见水。好，那咱们再说说二不见。第二不见呢是不见刀。什么？这二不见原则竟然是不见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圆白菜难道不用切吗？铁刀切完了以后呢它会有铁锈，而且呢就是说你切出来这个断面啊，有很多小的细的水珠渍出来，把它的纤维破坏了。这样呢也是造成的不爽脆。撕成块。撕多大块？这么大块就行。这个块呢不要过大，过大呢你不容易炒熟。没错。过小呢它水分呢失去的过快，所以呢也不爽脆。就撕的要大小均匀。对，这么大块就行哈。对，您看这圆白菜用手撕是不是好处多多呀？如果用刀切的话容易有铁器的味道，而且切口渗出的营养素要比手撕的流失的更多呀。好了，这二不见原则介绍完了，那接下来看看这三不见原则到底是什么。今天我们这个第三不见就是不见老佐料，就是花椒辣椒。不见这些。这好吃吗？这都是特关键提味儿的东西。一会儿你就可以品尝到我们这个是有特点的三不见。老朋友。没错。那我们看看他的新搭档是谁。来，我点火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用一些五花肉、豆干、西红柿来搭配它。这就是圆白菜的新搭档是吧？没错。五花肉、豆腐干、西红柿，这就是圆白菜的新搭档。它们与圆白菜的结合能带来什么样的新鲜口感呢？下锅的顺序和火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我们呢关成小火。一般咱炝炒圆白菜要的就是大火，这干嘛弄成小火呢？因为我们要先炒肉。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小火就先把这里面这个肥油给煸出来是吧？没错。如果你火过急啊，煸出这个肉不香，它腥的。你看这肉没有，它自然卷曲了。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豆干
放进去。这几样菜放的先后顺序也是有讲究的，是吧？哎，没错。嗯，一个呢，首先要把这个五花肉油煸出来，嗯，让它呢出香。嗯，哎，然后呢，多余的油，嗯，用豆干来吸收它。哎，明白了。而且这个豆干跟这个五花肉炒在一起，就咱们平时做小炒肉也好，嗯，这种搭档配合，豆干特别好吃，比肉还好吃呢。哎，而且呢，我们今天啊炒这个豆干一定要让它膨化啊，嗯，肉瘦了，哎，豆干胖了，没错。哎，你看豆干表面有反应了，哎，真是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入葱、葱、蒜。然后呢，我们少来一点点五香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豆干已经膨化了。嗯，开大火，刚才都是小火，您要记住啊。哎，煸肉还有这个豆干都是小火，然后圆白菜进去之后，哎，马上大火迅速翻炒。哎，来看，呵，让它呢均匀的裹上这个油脂。嗯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加入盐。盐。代糖，代糖哟，哎，这跟咱们平时炝炒圆白菜还是一样的啊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特鲜，把西红柿放进去，西红柿放进去，啊，哎，这新搭档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它现在呢，表面微微的有点发蔫，嗯，来酱油，酱油。哎，您别说，去除了水分的这个圆白菜啊，哈，哎，很润，炒的真是很支棱，哎，嗯，而且呢，锅里没有多余的汁儿，是吧？我们呢？就可以关火，关火，来一点味精，少淋一点香油，我们就可以更香，出锅了。哎，这菜都出锅了，那四不见呢？这个一定会被人抢干净，不剩。哦，不见剩。哎，对。行，铁刚师傅改说相声了。好，我给你尝了吧。好，来。哎呦，这几不见啊，真的是挺管事儿的。哎，您看这个圆包菜不见了水之后炒出来啊，我刚才一嚼，里面的水分充分着呢，但是呢又没有蔫儿，是吧？哎，对。而且那个豆干呢一嚼呢焦焦的，但里面是嫩的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学。铁刚师傅的四不见法则您都学会了吧？我们首先把洗干净的圆白菜控干水分，用手撕成大小均匀的块，锅中入油，用小火将五花肉煸香之后，依次放入豆腐干、圆白菜和西红柿，调味之后翻炒均匀就完成了。哎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只要您早上出门买菜的时候买回圆白菜、豆腐干、五花肉和西红柿，您也可以制作这道保证不见剩下的小炒圆白菜。